紧紧抱着九岁就相遇的老婆，媒体把梅西封为宠妻魔人，两个人相伴超过26年，只不过现在枕边人换了一个人。睡前的最后一眼，起床的第一眼，看到的都是这一个好不容易到手的大力神杯，抱着入睡，整夜才好眠。秀出可爱一面的球王，阿根廷民众等不及要亲自迎接。阿根廷的首都每条大街小巷通通挤满了人，这一天因为国家队夺冠，全国放假一天。怕民众等到中暑，不止洒水解热，还抛下罐装水让民众解渴。等了一上午，终于等到这一支冠军队伍。球王梅西手上捧着一大壶的是结合可口可乐跟意大利甜酒的饮料，叫做 Bia Hellos， 搭乘的游街巴士还画上三颗星星，代表阿根廷已经在世界杯夺下三次冠军奖杯。Que toda la gente está alentando a Argentina, todo hoy a la mañana, ayer, antes de ayer, ya no puedo llorar más, es increíble, ¿no?派出大批警察也没办法维护秩序，数百万人涌进阿根廷首都，每条街道挤到游街巴士根本动不了，整支冠军队只好改搭直升机继续陪球迷嗨下去。这新闻综合报道，立刻下载镜新闻 APP， 一手掌握新闻时事，镜新镜美，镜好新闻。